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Chris 哦。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就是绿米新出的一颗网关 M3。那它有别于之前的网关，就类似像是米家里面的中枢网关哦，绿米也把它定义叫做中枢网关。所以它有别于之前的，不管是 M2 啊、M1S 啊、P3 啊、G3 啊等等这些的网关，它是一个层级更高的。它的最大的最大优点呢，就是可以把以前有些自动化，当你可能自动化跨到了网关之后呢，必须要 走到云端嘛，那你当你有了 M 三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些自动化变成是 local 化，因为我们很在乎 local 化嘛，我们不希望自动化发生的网络问题的时候呢，变成是没办法使用。当我们的自动化可以实现 local 化的话呢，不管我们的外网有什么问题，全部都可以实现我们原本所设定的这些自动化嘛。所以我们的 M 三对我来讲，它最大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实现这个本地自动化。当然是实现本地自动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实现呢？因为我一开始把 M 三装上去。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欸，奇怪，为什么我有些自动化不是应该装了 M 三之后就全部都应该要变成本地化了吗？但是我后来发现并不是，它还是有它设定上的诀窍的。所以我后来呢就架了这个环境，好、哦，大家可以看到，那么。 哦，其实真的是很复杂。我们粗浅的来帮助大家理解，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一块蓝布的这些设备都是在这颗 M2 底下。哦，这个是一个以前旧版的 M2。哦，它必须要 USB 供电的。然后再来就看一下这个灰色布这边，它这边也有三个子设备，都是在这颗 M2 底下。这个是我们现在新的嘛，POE 的 M2。这有两个灯带模块，一个无线旋钮，都是在这个 M2 底下。再来就是这中间呃 s 1一，e, 它是走 WiFi 的。然后再以及大家所看到的这颗现在我们的中。 网速网关的 M 三，那这样的系统我是架构在这个颗路由器底下，这个是绿米出的路由器以及他们出的无线 AP。现在我这些环境，你看网路线接到这个路由器，这个天空色的网路线也接到这个路由器，我们 M 三有没有 POE 供电？深蓝色的网路线也是接到这个路由器，所以它们都是在同一个。 这个路由器的内网底下，然后外接了一个无线 AP 来提供 WiFi 给这个 S1E，然后最后接了一个小乌龟，就是我把它引喻为外网嘛。当你自动化必须要走到外网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去联络他们在云端的伺服器啊，不管你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美国国际版的嘛。好、哦，所以我当初建构这样的环境，就是为了要去测试，那到底我们装了 M3 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实现自动化本地化？所以我整理了三个要点，一个特别。 就是提供给大家，就可以让你的自动化都是在本地化就可以实现，不需要走到云端。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解说，当我们要去设定我们的自动化，你看我们点这个加嘛，点上去之后。 你是不是会有个当有一个旧当呢？你就可以去添加你触发的设备嘛。旧呢就可以去呃实现说你想要产生什么结果嘛。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点就是当跟旧，希望能够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的设备嘛。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点进去。例如说，我希望我点击 H1 的无线按钮右键的时候，同时呢，它要去侦测光照，这个是光照嘛，是在三十 lux 以上的时候呢，就会去实现打开这个灯带跟这个窗帘电机。我们来试试看，按下去。 有没有灯都打开了，窗帘就关起来了。那我再按一次，有没有窗帘就打开了？ 然后灯也关了，这就是我们所写的第一个自动化。那这个要点就刚刚所讲了，你的当跟旧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因为刚刚所引用到的这些设备呢，都是在这颗 M 度底下。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去证明说它已经是在 local 化呢？我就用以前也有讲过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的 ZB，、哦、我们把它想象它是一个英文网路线呢，或者是 WiFi 呢，把它想象成是中文嘛。我、哦、当初我有形容网关就类似像是一个翻译机嘛，必须要把英文跟中文去做互相的。 的翻译好，那我们今天一样用当初所讲的这个范例来跟大家做解说。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它是不是传了一个讯息的封包？Zigbee 去跟这个网关说，哎、欸，现在有人按了这个右键的这个按钮、哦。当我们 M2 收到这个讯息呢，它就会去对应我们所写的第一个自动化嘛，它要去 recognize 现在我们的光照到底是在多少 lux，所以它就是在传了一个讯息到了这个光照来询问说，那现在的光照是多少 lux？呢？当它得到的是大于三十的时候呢，回来之后呢，就代表说我们现在。 现在的当两个条件都已经符合了，它就会在一样传 z i b 的讯号去给我们的灯带模块。如果它现在是关的，就把它打开；如果它现在是开的，就把它关掉。一样，它也会传一个 z i b 的讯号去跟窗帘电,电机叫它去做反向的操作。所以大家所看到，你看我们刚刚在这个讯息的传递上都是用这个 z i b 的。所以我马上来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第一个，我们来把这个网路线这个连接小乌龟的这个外网断掉，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 M2 接到这个路由器上面的这个网。 目前也把它断掉，所以是不是外网跟内网都被我断掉？那我们再来试试看，我们按下这个按钮，有没有？窗帘是不是还是关了？然后灯是不是又是开了？再按一次，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证明，我们只要这个当跟旧设备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不管它的外网断线了，或者是 M2 连接到路由器的网路线也断线了，只要你 M2 还在，哦，我们的 ZigBee 的传输就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实现我们刚刚所写的这个自动化，稳定性是不是会大大的增加？那我们现在把它插回去，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插回去了，好、哦，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所写的自动化呢，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希望这些当跟旧牵涉到的设备尽量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就。 如同我第一个所写的网关本地，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网关本地的自动化。我们点进去有没有？执行方式是网关本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最常用的就是有关于双切嘛，看一下这个双切。我、哦、上面是写说，当我单击左键的时候，会去开关第一键开跟关，现在没有蓝灯。好，那我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现在变有个蓝灯，再按下去它变得没有蓝灯，有没有？ 这边可以去跟它来实现一个双切的自动化控制嘛，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设备跟这个设备都在同一个网关底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是网关本地的自动化，不需要外网，甚至于是内网断线，这个自动化都还可以正常使用。所以大家如果在写自动化的时候呢，大原则就是第一个要点，让它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可以增加你的稳定性嘛，好，这是第一个要点。那再來我讲第二个要点，好，一样是网关本地，当的条件是同一个网关。 就却跨网关哦，来我们点进去看一下，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哦，当我的当单级卡农的第四键，同时光照也在三十以上，当的条件呢是属于在同一颗网关底下，这个卡农是不是在这个网关底下？光照是不是在这个网关底下？所以当我这个符合条件的时候呢，好、哦，我们会怎么样去开关六十瓦跟一百二十瓦灯带？那六十瓦跟一百二十瓦就是这两个嘛，那它是隶属在这一个 POE 的 M2 底下，好、哦，那我们。 一样用封包来解释，模拟一下。当我按下这个卡农的这个第四键的时候，按下去的时候呢，它会传一个封包给这个 M2。然后呢，它因为自动化的关系，所以它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光照，它传一个讯息来给光照，问说它现在的 lux 是多少呢？让它回复。那当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呢，它想要做什么？去开关左边所看到的这两个灯带模块嘛。但是因为网关跟网关之间是透过网络的，有没有？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网关的工作呢，就是必须要把要去开关。 关灯的这个指令呢，透过网路线或者是 WiFi 的一个中文讯息，所以我们就想象我们现在执行开关这个灯带模块的这个封包呢，它透过网路线传到路由器，再透过这个天空色的这個网路线再传到这颗 M2，传到这个 M2 之后呢，现在还是中文嘛，它就必须要再透过这个 POE 的 M2 把它翻译成英文来告诉这两颗开跟关，然后我们来实现一次看看。好，那我先来按下去第四键，按下去。 有没有？是不是这个灯带它就亮了？然后这六十瓦所接的这三颗砍灯是不是也亮了？有没有？好，我们再试一次。好，再按一次，按了，然后它们就关了，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一样来试试看，把网路线断线。但是因为刚刚我们所讲的这里面呢，其实是有跨到内网，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容错。当你的外网断掉的时候，那你内网不能断哦，因为刚刚有讲到，你是必须要把这个英文再转成中文的嘛，你必须要英文转成中文，透过。 内网去传输这个封包来下指令嘛，所以你的内网是不能断的。但是因为我这中间的过程是没有走到云端，所以我们中华电信的网路线断掉了，它还是可以正常的运作。那我们来试试看，按这个第四键，然后我们来看看左边的灯会不会亮，有没有？是不是灯带也亮了，砍灯也亮了？再按一次，有没有？是不是即使我网路线断了，好。 中华电线网络线断掉，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只是差别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的单跟旧有涉及到跨网关，所以你的内网是不能断的。所以第一个要点都在同一个网关，当你有必须要到跨网关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的单，监测的设备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这就是我们设定自动化的第二个要点。好，那我们讲完第二个要点，我们现在就来讲，万一你前面的两个要点呢全部都没有办法完成，那我们 就会来到了第三个要点，来看一下，主要就是我们的当的条件。如果你需要引用到跨网关的设备，例如说，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好、哦，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是当，我们单击我们这个旋钮，那同时呢，要符合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卡农的这个开关的第三键必须要是打开的，像现在是亮着蓝灯嘛，就代表它是打开的。所以就是当的这两个条件呢是有跨的网关，哦，这个是在这个网关底下，然后卡农呢是在。 这个网关底下，当你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呢，可以去开关我们这两灯带模块。我们来示范一下，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按下去，然后灯带开了，灯也亮了嘛？好，那我们再按一下。 我就把它们给关了。这就是我们当的条件有引用到跨网关。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方式，上面写的是中枢本地。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是这样设定的时候呢，我们的当有跨的网关设备是在两个网关底下呢，然后我们又有 M 三，这个时候它就会是执行的时候是。 属于中枢本地，它也会因为我们有 M3 的情况之下呢，它不需要走到云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这个中华电信一样可以走到云端的这条路，把它断掉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它断了，然后我们来试试看，我们。 点击下去有没有？还是可以开关灯，它只要走内网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如果说今天它断内网行不行？这个 M2 的网络先把它断了，外网断了哦，然后现在内网的这一刻的网,網关的内网也断了，那我们来试试看。 哎、欸，你看它还是可以开关灯。好，那我现在来分析一下到底为什么。当我们按下这个单极的时候呢，它是不是传了一个 z b 的讯号来告诉网关说现在有人单极这个旋钮嘛？那正常来讲，它要去把它转换成中文嘛，因为是英文转换成中文，透过这个网络线走走走走到这里。但是因为我们有中枢的关系呢，所以它会走到这个 M3。好，但是本来理论上 M3 应该是要再走回去去跟这个网关要这个资讯，说我们第三键是不是有打开？但是因为这個 这边是断的嘛，所以呢，它的资讯这边就传输不过来了，传输不过来，但是它里面本来就已经有记录了之前的这个第三件是打开的，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去更新它的状态。例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关掉哦、喔，那理论上它应该是传输讯号过去，然后到这边改成 ZB 去问他说，那第三件你现在是开的还是关的？但是因为网络线被我断掉了嘛，所以它路呢就过不来，所以它的讯息呢还是保留着第三件是打开的，即使我现在。 这边已经把它给关掉了，但是呢，它的资讯仍然是打开的，所以你看，我去按这个旋钮，有没有？它还是可以开关灯的，有没有？ 即使我把这个给关掉，他仍然会以为他人是开着，就是因为我们的资讯呢，哦，是保存在这个 M3 的，哦，他不用走到云端。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三个要点，它呢是可以容错呢。中华电信网络线是断线的，如果你的内网有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自动化虽然可能还是可以用，但是呢，你使用的状态呢没有办法完全去实现你的自动化设定的。像我刚刚是按了这个单击，然后去判断这个第三键是开了。 时候才会开灯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个 M2 的网路线是断的，它得不到更新的数据嘛，所以呢，仍然会去做动你的这个开关灯。所以第三个要点的容错率仍然只能允许我们的外网是断线的，那内网基本上还是要维持它的正常运作。所以呢，我们可以大概总结一下，就是刚刚刚刚讲的这个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希望说我们所引用的当跟旧呢，都是在同一个网关底下。那第二个要点就是，当我必须要有跨网关的设置的时候呢，希望 优先是在当的部分呢，是属于在同一颗网关底下，然后再来呢，如果今天这个条件仍然不满足，必须当的条件呢，需要走到跨网关，好、哦，那这时候就必须要有 N3 来做介入。但是基本上第二个要要点跟第三个要点呢，都是让维持在外网可以断，但是内网不能断的情况之下，这时候你可以可以实现你的自动化。所以未来大家写自动化的时候，原则上就是保持这三个要点。那讲完三个要点呢，我要再来讲一个特别，因为我们现在 Akala 的系统里面。 已经越来越多 WiFi 的设备嘛，像是 S 1一、e, FP two 有没有，或者是一、e、万的摄影机，这几个都是属于 WiFi 的设备。那如果你的写的自动化里面有牵涉到呃 WiFi 的设备呢，我会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把它们独立开来。啊，我用我写的自动化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例如说，我现在这个有个第三个有 M 三。 然后也有 WiFi 设备。如果你今天写的自动化是牵涉到一样，像我刚刚讲的，我去单击这个旋钮，同时卡农的第三键是开着的时候呢，我去开关这两个灯带，同时呢，我又去开这一个第三键，这个第三键是控制这个有没有灯带的这个。 一样是去控制到这个 WiFi 的设备，然后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的执行方式走的是云端，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个点，就是当你所使用的单或者是旧里面有牵涉到 WiFi 的设备的时候呢，尽量能够把它独立开来。哦，所例如说大家所看到的这个自动化，你可以把它写成两个，那怎么写呢？就是你看写成第一个当然是这一个嘛，这个你是没有 WiFi 的，然后你在 WiFi 的部分呢，就是单独写它的自动化。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看你如果写在一起。 的话呢，就是会去把当我们控制这个灯带的时候，也是走云端嘛。但是你把它分开写，第一个我们分开写是都是用 ZB 的设备，它这个就是走中枢本地。那刚刚有牵涉到 WiFi 的部分有没有？这一个当一样单击，然后去开着第三键，然后去开关这个 S One 一的时候呢，它是走云端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尽量如果说今天我们写的自动化呢内容是呃牵涉的设备。 有遇到 WiFi 设备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把它给单独独立出来，不要跟其他 ZB 的设备写在一起，能够让我们不管是走网关本地或者是中枢本地的自动自动化能够越多越好，然后走云端的自动化是越少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原则。好，那以上呢就是我针对于 N 三所做的研究哦。我 m 三这一块说实在我已经花了好多时间哦。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我为了要 要整理刚刚所得到的这些结论，说实在的，我真的一直反复的做了很多的笔记，很多的测试，去研究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子写，才可以去符合我们最希望的 local 化。所以总结刚刚所讲的三个要点，一个特别来分享给大家。好，那讲到最后呢，我来推广一下我们的群好了，因为你看我从分享智能的影片以来啊，也好多年了嘛，那大家有在玩智能的。 不管是玩家或者是新手啊，很多都会来透过赖啊或透过虾皮来问我很多问题啊，哦、所以我想说，我再重新再推广一下我们的群组，我们的群组目前已经有一八九八嘛，大概一千九，好，然后我们的管理员，我来点一下，大家看一下 c h a s 哦，从一早以来就是跟着我，从当初成立这个群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权限设立群主，还是透过他帮我先设立群主，最后再把权限转移给我的。我们恰时真的也是帮我非常多的忙。他除了不管是智能，他也很厉害。然后那时哦，他自己组了一个那个 storage 哦，超大的，所以他那时也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很厉害的是他最近还在做什么，你知道吗？给大家推广一下哦，他在做这个夏威夷国塔。<laughs> <laughs> 真的，我已经跟他买了好几盒了，超好吃啊！这个吃起来不会很甜，然后又很脆，然后有那个蔓越莓，还有那个枫糖浆哦，吃起来就这样子酸酸甜甜的，然后不会太甜，这样子非常的好吃。我跟他买了好几盒，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去给他浇灌一下哦，有没有？然后再是像地拔，地拔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分享那个电量侦测的嘛哦，那那一篇文章，我相信一定是造福了非常多人哦，他也是非常支持我们在群里面，只要问。 到这些智能的，他有空的时候也都是会帮忙分享，真的。然后那个瓦利亚，瓦利亚就不说了，因为他最近不见了，<laughs> 他也是个传奇啊，但是就不方便帮他推广太多事情、哦、然后红军有没有？上次我分享的那个影片就是跟他一起拍的，他也是非常厉害，而且也非常热心。其实不止我们这些管理员啊，哦，大家只要有空的有没有？像我随便一点，我这边随便一看，这个 Max 是不是 M A X R D N E？ W 不知道怎么念的哦，他也是，我看他也常常都帮很多群友解答问题。然后我印象中还有什么，还有谁？Mini 哦，也都是非常厉害的，里面的人真的是超强的。或者是像我们记事本最常帮我们整理记事本的，我们 Kevin 就是这个大车神，每个都非常的热心，在群里面大家互相协助这样子。 会的人呢，然后或者是有时间的，就可以帮大家解答大家在智能上面的一些疑问。这样子就是大家有想要玩智能，真的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群，然后也可以支持我们的管理员，不管是买一个夏威锅塔，或者是买我们红军做的这个产品，他最近也弄了很多三 D 的猎鹰，很多人买啊，<laughs> 所以可以大家多支持一下哦。好，那我以上大概就介绍完了。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在你的系统里面。 架设一颗 M 三，因为可以让你本来有些自动化是要需要走到云端的，就变成可以让它走了，自动化在本地。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Chris，拜拜。